没事，不要坐在这里啊，会吓死人啊。What's this？ 看起来很像试炼神殿的试炼神殿。哦哦哦哦哦！第一次试炼，不行，我要振作，我要振作，我要振作，我继续爬，继续爬，继续爬，继续爬。啊，面倒。なんだよ、エドナ。ここは私の番なんでしょ？まったく。なんでこんな面倒なこと。你个死胖子！いきなり行不行？一巴掌打死你！あれはミノタウロスですわね。そうなんだ。あいつがあそこに陣取ってるせいでどうにも。どうしパワント？ライラちゃん、いつもながら見事だ。相変わらず困った人ですわね。この天族もどうしだったのか？その通り、死に方一つで種族を超える。現にこの世は愉快よな。愉快はいいけど、あれじゃ祭壇に行けないじゃないか。ん？何？同志の力を求めてきたんだな。試練だろう。そうだろう。いや、这个、这个、这次的、这次的天主好像是变态。こいつ、本当に同志だったの？これでも同志パワントは1万以上の氷魔を沈めた天族の間にも名を馳せた方ですのよ。うん。このエロスケがね。エドナにちょうだい。おじたまの早く。おお、かわいい子だの。エドナちゃんか。おじたま、私我慢できないの。お？だが試練だからの。やっぱ祭壇まで行かねば。ち、使えない。え？私に今さら試練とか？何なの？いや、試練がいるのはどうして？要はあの牛が邪魔で祭壇に戻れない。あの牛を何とかしてほしい。そうなのね。ちょっと、エドナ、危険ですわ。消えろ。消えろ。あとは祭壇に行けばいいのね。いや、あいつを沈めるって試練なんだわ。え？けど、どっか逃げちゃったよ。すごいメンチだったからな。きっともう僕たちを見たら逃げ出すに違いない。はい。どうしてちゃんと言わないの？バカなの？すいません。しょうがない。あなたは先に祭壇に行ってていいわ。探して沈めるから。怖い。はい。あ、消えろ。出発、発進、探検開始。エドナさん、実はへこんでますわね。出発発進探検開始。哦，这里 BGM 变了。啊！我才刚刚碰怪就不见了。哎，又跑掉了。我的妈！
風に近づかないと。这边的怪都怕风哎。行こうか。ペラペラになって攻撃してくるよ。近い敵のスライムよりも強力な評価です。哇，为什么史莱姆变这么硬啊？打不死欸。哦，他是技特技比较弱。可以砍怪物背后打一下吗？这样子有差吗？可是刚还是碰到了。見た通りだ。尻尾の動きに注目して叩け。水王哦，水王是那个那只吧，对不对？在破坏桥那只。哇，这边 BGM 好带感。不行，为了节省时间，一些比较鸡掰的怪就跳过了。没有四个柱子。哦，破坏四个柱子有用哦。哇，我的天才啊。啊，可以干嘛？然后嘞，这样是把四个角的柱子都破坏完之后有会有事件发生。スレイさんは確実に成長していますね。いや。
嗯，哇，结果这边就只有这个东西。哦，应该走错路了。我猜是四个角各弄一次，然后那个整个地基会往下塌，大概吧，也许可能。好吧。嗯，现在换右边，对，往右边走。哇，这里是迷宫啊，各种太大了。噔噔。是，周囲を確認してくれ。看起来也不是这个，应该是这边直接往前，往右下角嘛，前嘛。宝箱都开一开好。近くに何かあるかもしれない。哎呦，新怪、欸，怕风鼠，好。疲劳，弱点是风。哇，这只怪不好打啊，超硬的。速落吗？没有哎、欸啊，它好像会一直变哎、欸。转两圈全雷打，真的、啊。哎，后面会比较多神医化的技能。哇，我打那么久，经验值才200，这个不成比例啊！哎，废物，开战喽！哇，又跑走了。我打那么久，经验值200，不成比例啊！哦，我知道了，刚那个建筑物原本宝箱是在上面，然后把那个下面基座打掉之后，它就会掉下来。这个，哎，掉下来之后那个宝下来，所以这个打这个是这个目的而已。宝箱が近くにあるようだよ。然后就再上去拿宝箱，就这个试炼在拖台前的。Hello， 说水属性的能力接近牛，
哦，哦，对，好聪明哦，好聪明哦。哦，发现牛之后，然后不要靠近它。了解了，了解了，真的。これが運命なのです。ね。まだだ、まだだ。終えない。嘿，怎么让我卡关久一点？行啊，你们要飙进度啊！走错迷宫，那变成间接在练等欸，真的，虽然没练到什么。好，然后抓爆那个肥宅怪，也在某个地方。对啊，现在伤害明感觉有点，真的有点低，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想要找那只牛啊！我本来以为一开始是要慢慢追它，然后最后一个地方它会逃走。我找到了，牛怪，牛怪，牛牛怪，逃不掉了吼！在浪费我时间欸。好，看它怕什么？它怕风属性，我们把水跟火换下来。OK， 水跟火换下来。别人先観念したみたい。こいつも必死だ。みんな気を抜くな。風が必要だ。撃っといるぞ。逃げ抜け。こがまう気に。他的血有10000多欸，可是他的攻击力没有说很高。救命哦！我觉得幽来自己来变风会比较好一点。この子たちへのチンコになる。
哦哟，他们被这刀干掉了，太扯淡了，又趴下来还晕人欸，太扯了。行，我这边不能放主角一个人，不然他会挂掉。哇，他叫人了。我觉得好扯哦，风哥 R2 招是补血兼伤害技，而且还范围补血，太扯了，直接逆转了。啊，当我没说。我走啊。これで救われたのかな。そう信じるよ。怖がらせてごめんね。バイバイ。安らかに。子供たちの魂が天族となったのか。さあね。さあ、同志パヴァントが待つ祭壇に行きましょう。うん。ラジャー。现在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刚刚那个只是小 boss 啊，小 boss 怎么玩成这样子？我觉得前途一片黑暗。要去最深处的祭坛啊，好，这当然没问题。
刚刚那是小 boss， 很感谢。硬硬的，我刚刚就是花全部东西下去，感觉还是打得很吃力啊。这边刚好升级了，看一下有新技能。要有新招咯，地鼠的上，风鼠的上也有新招。哦，看一下速记，有了有了，有新招了。新招都摆上好了，觉得防御夺取，哦，防御夺取啊，这么强。这个就没新招了。哎、欸，哎、欸，米库利奥会密奥义了！哇、啊，终于啊！啊，等多久了、嗯？那土妹会了吗？土妹也会密奥义了！哇，等下是不是该来看看啦、啊？我每个人都会了，终于，终于玩到这一天了，每个人都会密奥义了，等好久了。先要去遗迹的最深处找一下。哎、欸，怎么昨天走错路？没有 GPS 啊，没有 Google Map 啊，这个谁都会走错啊。请怪游戏，不要怪我。何かあるかもしれない。行ける？行くよ。キスダクシシ村に。啊，我还想打那只哎，那个超硬的，但是今天又少。ここから離脱するよ。超少的经验，不打。哦，这么小只。为什么我的 SC 感觉一开始都是古灵啊？奇怪，是我装到很奇怪的东西。对啊，我的等级也没有说落很多哎、欸，你看对方28等而已，我刚好30等。海转面谈后面的剧情可以给一下吗？就是他们到土的试炼神殿，然后遇到那个导师，然后就主要是一个平魔在搞乱，然后没办法进行就是试炼，然后他说要把那只解决掉再说。对对对。我的 ASC 回超慢呢、欸，是我的问题吗？然后 ASC 有问题哦，你看一开始每次都是零呢、欸，哦，感觉是我装到奇怪的东西了。
还没有吧？什么最大值？不知道是装备的缘故，我装备感觉都装 SC 回复速度快一点的，我讲。哇，这件衣服怎么那么猛啊？攻击瞬间暴增欸。伤害变高嘞，变高很多欸，差很多欸。好吧，我是攻击取向的玩家。命中率什么？有速上升，刚那衣服好像很猛欸。啊，死雷攻击直接加200多，是怎样？又回到原点了，哇，走错路。这设定哦，捕尸感觉没有说很重要。先要想办法走到这条。刚有走到一次过。我看到在前面，哦，现在是要走到最上面那一区，慢慢来吧。对，合体可以补血加复活，哎，对，对那个生存来说是很有帮助。完全不是往这边走。现在要上到这座桥上面，对，不是问题啊，要怎么上去？知らない。啊！见鬼啦！我之前有上去过啊，这边因为那路都截断了。哦，看到了，看到了，可是上不去了，这边路是断掉的。
画得贵呀、啊？不可能啊，不可能啊！姐，对啊，我上去过，我有上去过一次，然后我忘记怎么上去了，是完全是美丽的误会哦。啊，找到了。哇，又是走错了。对啊，我记得我跳下来过，但是，我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如果你是飞机就拍拍手，如果你是飞机就拍拍手。啊，遇到怪物了。哇，又是这一只，今天少就算了，拜拜。奇怪，真是很奇怪。右下角伯克林，然后对啊，我记得我跳下来过。直去，直去。可我刚刚有直走过、啊。好，入口大厅。干，我怎么突然变白痴啦，受不了了。好，入口大厅，然后嘞，我啊，没有啊，是吧、啊、我现在在入口大厅呢，没错没错，在入口大厅，该不会可以飞上去吧。各位看，你看右边完全被截断了，就是上不去的意思。靠！靠！这个烂地图，呵呵，被骗了。呵呵，哦，各位，是地图烂，不是我玩的烂，真的真的是地图烂啊，是地图烂。真的是地图烂，你相信吗？你看右边，这里哪有？你看看右边，这根本没有接起来的。他就，哇哇，然后我们又打不开啦。我被送了。真的是地图在雷我，是地图在雷我。哇，不知不觉就三点了，多快！地图可以缩放。哎，忘了看土妹的新奥义了，因为现在试炼还没有解完了，所以基本上还没有新招。现在有个问题了，对祭坛最深处行动。够了，看来是在下面。
潭的最深处找到了。啊？这个石块是怎样？先主要是那个门打不开，好，从另外一边过去，又是机关啊，饶了我吧。这游戏好难。怎么那么多机关啊？哎，有了，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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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哇哦！然后打完之后还要去旁边打。来来来，哦，制作人为什么要这样玩玩家？这只是一个神殿啊，就打打怪就好啦。真是够了，够了，真的是够了，又要跑一次。跪求基友，哎，等下打完的时候再看好不好？对，打完的时候一定看得到。储存点，看起来这边似乎要告一段落了。今天进度还蛮多的、啊，火神一化，火神的奥义，然后土那个土神一化的奥义，两个。黑暗灵魂，不要这样啊！偶尔会有点出彩嘛，对不对？哎、欸，老头，信不信我一拳打爆你啊？うまくいったな。悲しい氷魔だった。エドナちゃんがメンチでビビらせてどうなるかと思ったが。さすがに反省したみたいだよ。反省した。なかなか神妙な同士一行だな。で、試練はクリアってことでいいの？どうし、エドナちゃん、祭壇に祈りを捧げるのだ。スレイ、エロの悪影響は出てないか？え、そんなのあるのか？あるのか？悪かったよ。どう、エドナ。力を感じるわ。行くのかの。うん。ありがとう、パワントさん。何事も事象の前には原因がある。それを理解し、よく考え、そして進め。答えを焦るな。同志の童貞は世界に渦巻く情念の根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から始まると知れ。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やっとまともな助言。キューピーン。バカなの。でも礼は言っとくわ。それじゃ。うん。好吧，这样就拿到了。走，去看新技能啊！来呀、啊，哪个王八蛋要来让我试刀一下、啊？啊，就是你了，一个日仔系。哎，好了，现在差不多可以了。哇、哦！哇，太快了吧！
哦，来不及看呐、啊。要我说感想吗？哇，好快啊！每个都好快啊！我怎么那么快？我要做长一点啊，长一点，起码让玩家把摇杆放下来嘛。像那个 TOX2 的联合奥义就蛮长的，这样很帅，超帅的。现在只能等后面有没有更多密钥鱼，因为现在这边还算是前面。妙意哦，不太清楚哎，感觉因为后面还有跟那个天那个黑色皮肤那位合体的奥义，所以之后才会出现吧？对啊，可能要很后面的剧情了，起码也要等四个拿完了。是个神殿啊！是个神殿啊！啊，这里感觉就不用来了，拜拜。那以后不来这里啊。